来吧，我来选一个。来喽来喽，哎，选一个是，看一下玩什么好哦。废弃旧屋双人球，我们来玩凯西的。凯西这是在玩什么？跑酷的吗？不晓得他是玩什么。来，我们先退队一下，我等下邀你们进来。播广场。哇！来来来来来，都来都来都来，来来来都来哦！跨服支援啊，不能跨服啊！哇，康纳回油了哎，康纳。来来来，都来都来啊，都来！啊，看来是没人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开始开始。哎，有人进来了。朝夕冷却中，到底是？凑满八人哦，还真的有。哦，要玩吗？要玩吗？Hello，Hello。你没什么？他走了。哦，好，我来开开开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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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听过这首歌？有听过吗？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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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Everybody。我觉得这个四档怪怪的哦。你刚是喝了什么啤酒、什么红酒之类的？哦，你们可以连续跳，你们好厉害哦！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所以我没跳哎，是过。不是这样比较有趣一点？哦。还好键盘很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完了，我都不知道要跳去哪里了。再往上，那个跳有时候没按到出来。不是从这里吗？存档存，哦，可以踩一存档，下可以存那档。个存档，对，可以踩一下。这个是迷宫诶。对，是迷宫。踩一下，迷宫，哎，怎么走？哈哈哈哈，
哦，那个陷阱在猛扣我的血，好痛！太扯了吧！哎，好热，直接甩过去。好来来来，在这里。哎，哦哦哦 ！Go go go, everybody！如果熟悉这张地图的话，应该都跑很快，跑超快的会。是啦。我看到阿秋他边绕迷宫。怎么玩来着？他跳哪里？哦，跳这里。哦吼！哦吼！哎呦！快乐。那我谁没中哎？而且跑好快哦！啊，对哦，说起这个逃脱乐园，之前有去玩，这是有一个也是玩跑酷，但是里面有塞一些怪，然后对，有塞怪，塞那个什么铁那个拿那个交通灯那个好像对交通灯的那个，然后就一直猛拍。因为当时候我跑那张图就是纯粹的想要竞速，我想要挑战那个难度竞速，然后我就猛一直拍，然后你知道吗，为了竞速我就一直按退出又进去，退出又进去。哦，对，我在看宣纸一直掉出去，你也快一下，来来来，我在他前面，我现在在他前面，他爬下去，爬下去，我跟在他后面。Go go go， 宣纸，宣纸，宣纸 ，Go！ 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哎、啊，我上不去，叫什么？宣纸往下。关在。来来，宣纸。对，不能爬，但是跑的话能跑上去。对。宣纸往下。跑上去。好，下来，下来。然后。上去。哎哎哎哎，对对，坐这个上去。来，宣纸来，宣纸来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好好笑哦。君子来，右边这个进来，来来来，不是，这里，不是在里面，里面，来进来，右边，他迷了，往回走，啊，对，这里，来，来跑，再往左走，来直走，有看到楼梯上去，来存档。好，你看到前面那个木板跳过去哦，跳过去，然后左边就是那个旋转楼梯了。就踩到你会扣血，哎，就你旁边有个桌子哦，桌子这边上来。前面左边。他的方向性不太好。左右不分。我会被他打死，哎。前面，往后，不是你要转？对，后面。然后左边、不对，后面。左右不分了他，快！他可能他追上来了，不要让他过。对。他死了，那也要死了。也跑过去也行。对，要跳桌子，跳桌子。对，好，上。他死了。快！快进来！快进来！他先补一个。哎，被反杀！快！前面楼梯。好。啊，不是。是不是很有趣？好可怜。哎，我可以救吗？不能救。救不了他。关照。他也看到我。旁边这个。你往左边跳。你旁边。你往左边，这边后面，往后。可以，上去死了！你差一点可以存档了。对，不差。好，好猛！直接上去。
就那种采访手。还好，刚刚好，踩到，踩到，踩到。你踩，你跳那个，哎呦！过了，往前跳，往前跳。哦哦耶耶耶，好酷！结束了，我还可以点赞呢，那个。对，点赞。为什么我收藏？来来来，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。好。跟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换，它可以换吗？还是要重开啊？我不要点赞，我不要点赞。看一下可以换什么其他的。穿越是刚才看过。哎、欸，快乐一，哎、欸、不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所以它不能换吗？我那天有去玩那个阿神的他们的图。阿神的吗？阿神是哪一个？对、啊，所以我看起来是要退，因为看起来他的那个不一样。他叫什么？让我找一下。我先，啊，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、不是，所以它不能换哦。他不给我点呢、欸，这样子有点，其实有点。如果他可以换的话更好。就会啊，有点麻烦，这还要切出去。对，那我们先切出去好了，我们重组。阿神是哪一个？我看看，我其实没有看他的影片，但是我有看到那个 Tony 大木的。逃脱数字牢笼，哦，这个要猜数字，这不好玩。飞机，蛋仔不是逃脱，看一下人气的哦，人气小月，玩英雄。安哥，我传给你的那个是那个，还是你组我去？啊，也可以，我找找看。哦，绝境逃生 SS 级关卡哦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绝境逃脱，有了，找到了。OK， 那你组。哎呦，这个是没穿衣服的花栗鼠。哦，邀请哦，邀请哦，邀邀邀，是少一个吗？没关系 ，Go Go Go。也不行，现在打不过。我要开大战来，开大战。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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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感觉很有趣。哎、欸，哦，忘了，忘了，这个会损血，这个会损血，对，会损血，差点忘了。哎，为什么他会挂？他坐下来休息吗、哦？其实可以直接跳过去。对，哇、哦，他每条路都不一样。哦、对，他很多路。哎、欸，我那叉叉是不能过的。哦，后面那个。哦呦！哇！还有这种的。掉下去的，掉下去的。这个键盘。是啊。嗯。哦呦！不能，还有人在上面，还不能碰到水嘞。对，不能碰水。哎、欸，哦，没踩上去，忘了。嗨、哎，忘了踩上去。哎，是、啊，我又掉下去了。
六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我来呢？要，就接下来呢？我一直在掉下去，好难哦，那个弹床。接下来干嘛？我要走天空步道喽！这么快、啊？哎呦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！哎呦，这往下就是、欸、没控好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地板会爆炸！过头，好陷阱，陷阱！为什么我会损血？啊，有怪物！天哪、啊、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他不是 ，Oh my god！ 他只要不是那个大怪物，就不是什么问题。为什么还有特殊感染体？哦哦，有哦，特殊感染体哦。哎、欸，还有 boss， 还有 boss 啊！快走快走，还要修复。那、啊、怎么打、啊？糟糕！哎、欸，我差点跳上去，为什么跳不过？我差点，我直接摔死了。接下来要怎么打？我看不出来。太难了。对，有点难度。等一下，我看要熟悉一下。我已经上来了。你还有七分钟了，哥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要上去，要上去。好笑，当时他们直播哪有大佬直接秒杀？不是你上去，要修复哎、欸，这个。哎，撑不上去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有枪？为什么他有枪？地板很烫，都一直在跳。应该要上去拿枪才行。靠你了，靠你了，下。奇怪，这个好像是、欸、跳歪了，让人坏跳歪了，来，摔死！我跳歪了，没事啊，好难过。娟子直接放弃啊！我觉得这些还不难，最难的就是他一开始是放特感，你还要竞速跑过去，而不能被打到，那现在就很难。我跑过，哎、欸，他快过了。耶、yeah. 嗯，三四五嘿嘿、欸、然后呢、欸、那个板哦那个板哦、只坐在楼上休息啊吓死那个尼莫哎尼莫坐在那里休息，累了，躺平。这修不好，躺平好了。那怎么修？把他打中间的 boss， 我死掉了。身上的枪可以拿？怎么身上的枪？哦，对了，可以啊。哦，这又打 boss。哎、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可以拿枪啊、哦！你想干嘛？哎，拿枪之后可以上去了、哦，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？上来了，太好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有金口哎、欸，那个怪。哎、欸，过了哦。原来是这样子的、啊，天哪！谢谢帮忙。还有谁边上来的？哎、欸，这个是怎么过的？上面有直升机。过了，耶、yeah! ！那个楼梯可以上来、哦。我也过了，我也过了。我走了。我不是。可以，我可以下，我可以下车，我可以下去吗？我想看那个新人怎么死的，不能。那我们出去好了，还是要等他。好出去好了。好，先出去好了。那我看他怎么退啊？直接离开吧。对啊，就直接点那个离开。好。来来来，那你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。还要找什么？随便。随便随便，你看这个，哎、欸，要退出哎、欸。哦，好，退出。还是你们找？对，我也再玩一个就要走了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要走。好，好好好，那不然你找一个。
兔子呀，废弃旧宅双人球，玩跑酷。哎，为什么这只能五个人？简单的，拜托。简单的是一秒的吧？这个，这个只能五个人，那为什么？塞满了哎、欸，还少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同营地的。啊、还是离月的、欸那個空。糟糕了，不在。不然，换一个。好了好了，你换一个，行。走吧，不够，矿洞洁癖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很简单，好像很简单呢，直接跑上去就对，上面而已，刚好可以快速结束。哦，不，它不简单，哎，不是这里，它不简单，哦。哦，不是这里，是这个吗？是这里，这里。哦，这里，这里。怎么跑的？想上的怪就是好扯哦。这个好难哦，哎。啊。哦，这个我好像玩过。看一下这上来之后是到哪里？我还记得那时候青哥的跑酷就是盖章。空中的挂件，对，很好玩。可是我没有，跳不上去。存档。键盘就是有这个好处啊。孙子，这个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简单哦啊！他跟我说不要抢。这个时候就要给你欢呼呐喊一下，来，孙子，快点，快点，下，快点。快！哎、欸，风起低，刚好跑完，有人直接碰到那根摔倒，笑死！我想拍照，来笑他，大家快笑他，起不来，这个起不来怎么办？各种摔耶、欸！来，让你过，过了。欸、还好你没有看到我摔，人家啊！还好你没有看到我摔，炸弹炮台！哎呦，好危险啊！哎，好可怕！哎，我本来可以救你的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谁开一个炮弹？直接打下去耶！哎呦，好可怕啊！我怎么听到死掉的声音？有人直接掉下去。哎，那个地板会裂开。哎，哇、哦啊，过了！哎，碎哦！太扯了。好了，感谢各位。等一下，还没有，我要看宣纸摔。哎，圈子嘞！我要看他摔，好可怜。圈子放弃了。
你也无语了。金子在哪里？我跑到第一关去了。哎哎哎，差点过头！我看到宣纸，快，我要拍宣纸。啊，不闹你，不闹你，我不讲话，我关麦了，我看你玩。上不去了，快炸他，炸他！好可怜哦！啊，那你后面。他也拿火箭筒哦！快快快快，火箭筒拿起来打打他！下来上不去耶，是的，这样我们上去啊？好了，我帮你拉。要不会变刷甲？来，累了，好了，放弃放弃，好了，空奇，你可以休息。好可好了，怜哦！感谢各位收看，那我们下一次呢，继续看我们的阿丘小朋友摔，好不好？不要！好了，先这样，谢谢。